为什么我这里会有一个洞啊？我不知道是谁挖的，好恐怖哦！要跳下去吗？如果是冲动，我现在可以跳掉，跳掉看。鱼来了，金岩城。那玩吧，很厉害。你直接到我家去啊！没关系，我们先去到我家。脚步轻轻走啦啦，脚步轻轻走，轻轻走脚步轻轻不要，不要弄，是不是叫？啊，那个呢？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你等一下。如果，OK，我回来了。我们上次的介绍的时候，没介绍我的箱子，还有那个跟这一排的，还有这个，就是工作台，就是铁针，就是高炉，然后就是烟熏炉，就是你看得出来吗？让大家猜一下。后退一点吧。大部分的家都会有的。应该看得出来吧？这电视啊。这很简单，然后呢，这是床，这是地板，地板，这是没东西斟酌的时候可以抽。这些是我的箱子，第一个是食物，第二个是战斗物，第三个是饮品，第四个是工具，第四五个是原材料。那我们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一个大大的赞。如果你有点大大的赞的话，你明天就会，明天就会跌倒，然后口袋里爆出10000块，请给我点赞哦。那我先走喽，拜拜。